哇 ，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吃自嗨锅，我爆浆团子，特别喜欢吃里面的红薯粉。爆浆团子吧，太烫了，奶黄味的。看里面的爆浆已经出来了。这个我种草很久了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黑芝麻味，这里面还有毛肚哎。肥牛。我好麻哦。毛肚，它这里面肉也太多了，我感觉我已经吃了好多肉了。香草味，豆乳。看见吗？